我说啊，哦，敲盆吧，真敲盆啊？那嗨，你叫他们呗。吃饭了，是开饭了吗？开了，好嘞，好，走吧，吃饭。Go. 喝，喝！哎，哎呀呀呀呀！来来来，景色这边独好啊，谦哥。他自己有自己的小花园。哎，咱不是就求这个吗？是这意思哈、啊？是这意思，是这意思。我赶紧进来。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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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这个好有田园的感觉，跟我们那儿风格完全不一样，是吗？嗯，来来来，哦，去洗手去洗手、哎、来吧，你就这儿洗呗，洗了咱们就喝着了。中午就喝啊，谦哥，喝点，你不喝了参加人婚礼之外我中午没喝过酒。来来来，朝天致喜啊。来，谢谢谢谢谢谢款待。蜜月第一天啊。啊！尝尝吧，我炒的菜。嗯，这个好吃，是吧？嗯。跟你们说，过来吃饭的时候，他还没动手做饭呢。那够快的，嗯、小快手就是我们家。哎，谦哥和嫂子爱吃什么呀？哎呀妈呀，牛肉吃吗？我什么都爱吃。关键是你嫂子就是做什么爱吃什么，所以才长那么胖。不胖，吃饭香，让人看着特别开心。对，所以我做饭就特别有成就感，对，特别一直愿意做。对，我们刚结婚那阵儿，就家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来人往，就我们俩。哎呦，他做完饭以后就盯着我，快吃啊！就是想要得到那种认同感，是？对呀、啊。再来一碗，不带这一顿，不带这一顿。他吃饭可香了，每次看他吃饭，我就能看半天。你咬着后槽牙说干嘛呀？每次看他吃饭，我就能看半天。那你吃啊！哎，媳妇儿，你尝一口，这个啊，就是米饭，西红柿炒鸡蛋就是一口米饭，你来一口。没有你什么事，都再盛一碗。嗯，好吃，真的好吃。不是西红柿炒鸡蛋这边你再弄，我知道，我俩都一块混着吃。这不，这我这边单独的来。来来来，这来一个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为了我们家这口子吃饭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头发都想白了。现在我想一招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我们家老二，嗯，咔放那，妈妈咔给一个。啊、哦，这行。哎，我觉得我真应该向你学习。关键是你还能顶得住诱惑，我一看人吃这么香，我也想吃。关键是你是没怎么看过我是吧？我一点也不坚定，你这不就被劝上了吗？不是，我们家这个是，只要劝上了，这碗就拿不回来了。嫂子，你在家老听乐，不担心长皱纹吗？哎，习惯了是吗？回头剪出来你就发现了，真正我们家没有别人的时候，只有我们俩的时候，你看他还有这状态吗？香闻着挺舒服的，檀香，这特别好的香，嗯，朋友送的，送给人家吧，哎呦。而
就我们俩就如同是一个人似的。嗯，谁跟自己还使包袱？嗯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嗯，我们有，我们下绊子呢。对对对，我今天早上在我们家发现一个小瓶，我不知道是干啥用的，这什么东西？然后呢，我在那拧了半天没拧开，我手不小心一碰，咔嚓，牙签儿唰撒一地，然后我就把牙签收拾起来塞进去之后，我看他下来，我就把那怼好，然后说：“老公，这个我打不开。”然后就给他。老公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什么？我没研究出来怎么开的。特想让他，特想让他哒一遍，但是没有，失败了。生活在线的。要处处小心已经进入我的一潜意识，常年被我挖坑的一个人，出外边拍戏是放松，回家得防着是吧？那个主食你不吃是吗？啊，米饭呢我不怎么吃，是真的。馒头他老撕吧撕吧，对对，馒头面包我容易，我喜欢撕一下。人也合适，人家吃馒头、吃面包，人吃皮儿，人不吃肉，不吃嫩的。据说是小时候他妈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才是好东西，妈妈留给你。”就跟小时候让孩子不吃鱼子，吃鱼子不吃数似的。后来一琢磨，就是大人爱吃，就跟我儿子似的，打小做什么事儿做得好，哎呀，这事儿真棒，你将来肯定得送你上幼儿园。结果送幼儿园的时候倍儿高兴，是吧？半年多才明白过来，我是棒棒的，我才能上，是不是那种？对，是一种奖励。啊，孩子们走过最深的套路就是爹妈的套路。给师傅看看徒弟的扣条，行不行？这必须看。语文老师要求他用一段话描述一个他最喜欢的人。听好，这位同学是。跑步是最快的一位男生，长得大大的眼睛，可爱死了，你们一猜就能猜出来是我。转着圈夸了半天，然后是我这种。不是，他这么点小孩现在说话能张开打开后槽牙很不容易啊。是吗？啊，这是什么事？主持人，我们练那个台词的时候，这个喷痰啃土魔都是要张开后槽牙说的嘛，他要把他打开，他才能所有的这个声母韵母都说清楚嘛。这么点小孩没经过训练不容易的。哦，继承了你的遗产。遗产？遗产。不是，孩子跑步快，继承了你的遗产。遗传了我的 DNA。 这个不是遗产了，到家。休假了呀。